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channel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，我们有礼物想送返给你。如果想拿到这份礼物，就快点填咗呢张新朋友卡，留下你们的联络方法。那我们以后有什么活动都可以尽快通知你。另外，后面有代讨事项，如果想保密的话，就在这个格度剔上一个剔，填妥之后交返给工作人员，那你就可以拿到我都想要的礼物了。3月18日有一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101的活动，是由 Five Funds 提供的，时间是4点至6点，而地点就是 Channel。 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希望教识到大家怎样将金钱和信仰结合，令到洗钱是更加有意义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欢迎去找 Edmund 去咨询。